其中一樣令到修身呢件事冇咁悶嘅一個活動咯，因為始終成日淨係做 gym 就真係悶嘅。咁啊咁啱就約阿邝健盈約我 Judy 就約我跳舞，咁因為大家都係即係有啲聽開女團歌咁樣，跟住就話不如我哋試下跳啦咁，跟住就一齊玩咯，跟住覺得好好玩。比我想象之中冇咁災難性啦，我覺得以前咧覺得好災難嘅喎，因為選港姐嗰時候跳舞噶嘛，每一次都覺得好痛苦嘅。咁但係因為而家可能有聽開啲歌，咁就覺得啊，好似易咗 pick up 嘅，咁 OK 啦。但係有好大進步空間嘅。但係咁當然我又唔係要跳到好似女團咁，我都係純粹係自己玩啫，咁都 OK 嘅，開心咪得咯。基本上佢試下唔賺啦，佢OK 嘅，佢學俾好多 support 我嘅，就算做啲咩好似修身啦，佢都會係每日都會話 OK 喎，有啲進步喎，有效果喎，咁令到我成件事真係好有人，好有動力咁樣咯。我相信每個人都需要一些鼓勵支持，更加另一半每一天對著你，其實有時可能他才是最了解你的人，如果他說的 comment 會令到你一定會更加聽，因為他會了解你。那些朋友或者你們一起跳，都想試一下做嗎？我想難一點。